家里吧。晚上好Hello。哎呦，是好久不见的 Furry，有吗？好像蛮久不见了，吗？哎，我跟你啊。对对，肥嘞。哦，肥嘞，对啊。对，然后我要用沙眼来盖这个，我来复刻一下以前的那个很酷的版本。等一下哦，我想想，哎，等一下，Marvin 传一张，Oh my god！MFT，嗯？对，猫饼贴了一张崔永元的，可能是没有连换，所以我可以换回来。开始模式。Marvin 贴了一张秋叶原的，那个秋叶原的那个 Hololive 的东西给我，好爽哦！等下我把悬空好了，好像悬空比较有趣。厕所已经炸，厕所好像炸了，不知道谁塌，不知道谁踩的。不是要请波西看竞技场的观众席哦，是哦，是哦，好啊，等下不对，快要8月了，倒是，我等下要请你帮我看个东西，好啊。哎，算了啦，那个我觉得我后来决定就是直接，猫咪也被我洗脑了，他应该还没看吧，我想，哦，新开的这个东西，新开的这个。哎，这样子好吗？这样子好吧，这样子可以吧？那运动会是几号？8月15，8月中。然后这个呢是用木材做的呀，木材等等。就想说怎么在地狱待了一阵子，去地表看一下那些什么建筑物吧，好恐怖啊！突然蹦出一栋有没有？对啊，只是隐发现居一下子，回来看一下怎么世界变得不一样了。每天都可以不一样。我现在每天就打一两颗头啊，现在已经10颗头了。哦，有啊，来你了说啦！凋零头哦？对啊，YT 也不知不觉变 Hololive 了，太棒了，你好棒啊！眨眼应该大概这个距离再多一点吧。然后就哎，可以，没为事什没么有人事，冲到？他日常。OK，应该是5×5左右吧。5×5的话，那应该要7×7。哎，内装要多少？5×5。5×4好了，不然我忘记大，我忘记大大小，1、2、3、4，然后，诶，对，这样好像太小，我的斧头不见了，海鹿不是要住水里？没错啦，但我想说叫他自己盖，或者是我可以陪他一起盖。但他在他来盖之前呢，当然还是要玩一下这种东西了。哎呦，不过光是这样子就30几个了，
他不是要验收你盖好了？这么快？应该在哪里？他的水下房子屋吗？真的假的？你等我一下啊。先把这边弄好，应该这样高度就行了。好酷哦，帅气耶，凯洛，水下露天之家，这是可以睡觉的，可以，而且不会淹死哎。你说因为有那个吗？哎，什么之心？海银河心，对啊，海银河心，哦。好啊，我们等他来验收。反正他当初也是说，他只要有一个可以那个的地方。好，爸爸。嗯，那样子，我觉得这样子好像看不太到，不行，要调开。啊，好慢啊！我去拿个石，拿个。你说我的斧头，你帮我放回来了吗？有了，我找到了，有啦。放这里。我精华看到他说床放床就好，耗费五分钟的工时，人类辛苦了。好，就是有点太远了，你感觉有点太远了，是吗？啊，真美。嗯，好像又还好。想想，啊，算了，反正下面是水，应该不止。应该怎么样都会死，所以算了。等一下，他加深苦力怕了。什么东西？没事，攻坚解决。嗯，还有20分钟才有妹子，20分钟。哦，跟妹子交棒。然后20分钟后换我要去跟别人玩。好。嗯，这个好奢侈哦。哎呦，这应该不用盖边边了，这应该这样就好了，不然太奢侈了。然后。1、2、3、4、5、6、7、8、2、3、4、6、1、2、3、4、5、6、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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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5、
欸，不是欸，等一下，怪怪的。一二三，这边是那个，对，这样子，然后，哦，对，没有多，这样子。天哪，超耗金砖的。胡子前天帮我挖了一整箱的，就一大箱的杉木，然后我现在把用，就把它用完了，今天用完了，天哪。对啊，没事，他是胡子，他最喜欢伐木，伐木工，对，可以，他是嘲讽的伐木工，有没有叫他去吧？还真的叫他去了，地狱没有怪呀、啊，难得，那地狱干嘛、啊？
我觉得资源地狱比较多怪。嗯，我刷头啊，现在完全不生怪啦。嗯。那地狱啊。不会太凶。一二三四，你的地狱干嘛？还好了。那我打个表情符号。你在地狱干嘛？这样子。正在往中间前进。修装吧。这么久吗？哎、欸，对呀。弄死不到大掉头，还有没有办法回收？还可以吧。啊，缺金砖了，得想办法收集金了。地狱挖金比较快啊。欸，还是现实挖金。那也是运气的东西耶。哪一个效率比较好？哪个效率比较好？对啊，地狱吧。因为我也觉得杀猪人，你要不要来玩？杀猪人哦，就打一个猪人，猪人就是靠着你，金就是送过来给你打。哎呦，听起来超棒的、啊。哪边还有？游戏说那边还有，他说他家里还有一些，家里还有，嗯。你要到哪里给我？我八四，不是。还是八十四个，还是八十四个染料那边。嗯，染料是在有集中营前面这里吧？集中营前面这里。哦，好棒！哎、欸，好多、哦，偷走了。Thank you。现在这样应该够了。竟然有这么多！OK， 好。哇，这个绳子很难盖。这样子我连底下都可以盖，太好了。哇，盖不到，有这种事？这个放得到，可以。なるほど。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灯笼，灯笼做不出来，只能靠那个。可以做啊，可以做吗？嗯，你说海灯笼吗？啊，深海守卫就可以合。一样吧，应该这样三层高就可以。冰川，哦，对，对啊，哎，这边不用挖，这边不用盖，这边盖一个就好，方便我们欣赏它出世的时候。出世的时候，嗯，好，三个刀，大家就盖顶，结果还是不够，竟然。啊！听说还有，再回去拿一下。安，染料在哪边啊？哦，这里吗？哇，这样够吗？染
感觉不够。剩八个吗？哇，只剩八个，完了。那等一下没关系，等一下要去采了。你要什么燃料？我有事情可以做了哈。还要金吧，不是燃料啊。我要金，对啊，需要金矿，没关系、啊，我再想办法。过头了。二三四五六七八，没了。是吗？我先把那个都盖好。这边距离几格？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四六七八九四。哪里啊，电脑？我金木跟木屋的高度啊，没事，那只是我木屋还没盖屋顶而已。还剩一块金，真假的？二三四。皮革也好缺哦，皮革会缺吗？你要做什么？我要做，因为我皮革头盔很多，对不对？对，用皮革做的头，因为我神社前面用绳子，然后我看到网络上的教学，就是它绳子是用盔甲做的，对对对，我知道。会缺哦，那我去弄，然后去喂，不用，想说要不要做个。苏布林的苏布兽的农场，苏布兽的农场，对啊，就有很大量的猪肉跟皮革，哎呦喂，哦，对啊，还是不够，哇！再去拿一点。Enderman 是太暗才会生吗？对啊。哦。就怪物啊。怪物。那应该就够了。哦，经过一个晚上了，对吧 ？Shit！ 先去换一点。金胡萝卜，海上的金砖不见了哦，真的、哦，箱子里好像还有金粒，可是应该不够，感觉应该不够。金胡萝卜可以用做的，可以啊，可是要金粒啊，要金粒耶，对啊，围圈，我现在金圈法可以。用绿宝石换比较划算。对啊，目前这先吃掉好了。是啊，再收几头。会产金胡萝卜跟烤猪肉，真好。哇哦！喵喵，喂。没烟火了，还有，嗯，然后再就是屋顶，其实最早以前的赌博系统就是打掉零头，赌博系统，对啊，2.5%会掉头了。哦，原来我这么低啊！嗯，哦，那我们要想办法去那颗金还在吗？
在哪里？给我头！小狗，你看到？嘴里吗？拿个木棒。没有。不见了。好的。MC 阿文，那是阿文吗？阿文不是，那是等等，又不是打一次没有啦，助人是你只要在他掉不出来之前杀了他，就不会有人过来，是这样，对吧？你只要让他死的没有任何挣扎的感觉，感觉，对啊，哎、欸，怎么又挂了？一刀秒，嗯，谢谢 Donnie， 哎，让他叫不出来，有妹子来了，哦、oh. ，另外一位吗？对他们两个，哇，两个哦，他们两个，等等，我要干嘛？我要干嘛？我要，我，那这样我不想去开台了。哎、欸，你可以，是这样的吗？没有啦，没有啦，怎么可能？不可能，怎么不可能？不行，我要开款游戏，先跳掉，大不了晚点再过来。好啊，那我换个，我去实况二跟他们。好，等等哦，跟他们说一下哦。哎、欸，怎么有这么恶心的方块啊？是什么？掉了，他走了，我就掉了，不知道谁带衰了。感谢新会员。哇！哦。这里快多了，哇，靠近的吗？等一下啊、哦，这样，然后这边，哦，可以，记得了，可以。所烧的方块不见了。我记得那时候不是很流行用那种神怪塔吗？哪一种里面的那种？哦，那时候是因为几层的啊？嗯，什么几层？就可以盖几层的那种啊？啊？你是说凋零头吗？对啊，因为要打凋零头的话，单层 啊。可是那边十字路口太多了啊，又太贪心，想说就算了。差一个。就可以拿三个佛四个烽火台了，终于可以脱贫。来，这是给你们的礼物，还是刚刚有人给你们的？我身上有肉，这个下面有石头，这个两只北极熊哎！天哪、啊，出去看。远距离
一排。哇，因为这就是出生点嘛。嗯。然后出生点呢，你从这边，因为我们这个是有含，哦，介绍一下，他们是这个是渣渣水部的。哎。水部的渣。看一下海参表。所以你们不能，你们以后叫渣渣的话要打清楚。哦，放错了。不然，对，那如果是跟如果是跟其他，其他人的话，我们都可以叫他阿赞、啊。这妹子的声音太赞了，哦，所以你们以后打水部就不会是在讲我了，自就要打对哦，辛苦了。或者是你们可以打阿扎，我超赞，阿扎也可以。他俩是一组的，对啊，不过两只北极熊啊。他们，然后对，右边这边是资源世界，从这边，因为我们人太多了，很容易把主世界的东西挖完，所以我们跳下来。啦，你也加油啦，啊，先去。然后那边是资源中介，那边是资源地。好、哦，拜拜，拜拜。这边是资源的，就是这边是回。好啦，去看一下。需要跳次可以去资源中。有。地狱的话，需要画什么玉锤之类的。好，我知道你在刷图，等一下。好，然后从这边回来。啊，不用啦，没有信用卡，没有什么就不算啦。我还有金吧，哎呦，这个哦，那应该够了哦，谢啦。然后先放一个你们的床好了。你们要什么颜色的床？螃蟹，红色的吗？红色吗？红色跟什么？我去。红色。红色跟粉红色。对。好，我去拿。能对到。一二三。红色跟粉红，浅粉红，深粉红。浅粉红。好，一二三。什么是荧光墨囊？荧光墨囊是这个版本新增的吧？它可以让那个字变成亮亮的，真的用得到。真的用得到，这是新手道具。okay. 好意。木头呢？你们家为什么没有头型很怪？等一下哦，黄，然后红色的。放这里。好，那你我看一下，你们要这边有一个声音可爱的妹子。嗨，繁勋。排位置。嗨。那你，你开台了还是你没有？在开啦。哎，有夜妹吗？戴个耳机呀。好了，不能第一台。不能说。第一台，看别人的台。哦、oh, ，没有，刚才大蔡大师傅，你还没开，你关了、哦，我重开啊，我重开。哦哦哦。哦，我不知道他们还要多久。你还是我应该再去挖一下矿。你去，就去看他们一下台啊。滴滴，好。应该还有两分钟。不要被烧死。哦，不要被烧死。嗯。就明天他们还会玩吗？玩德加部落。这我就不知道，因为明天跟喵哈有约啊，八点可能到十。明。对啊。啊，明天礼拜天哦。对啊。
我觉得可能会，因为就目前现阶段好像没有别的游戏。哎呀，真的，你们玩吧。好，就再问他们一下。Yeah. 不然就是可能要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替代，因为这款可能也没办法玩太久了。对啊，一定会腻的、啊。对、啊。要来去找有没有什么新的游戏？有一，也是可以啊。可比如就单机了啊，大家自己各自开各自聊天的。光环师还有搞头吗？还是一直都有？光环师一直都差不多吧，就是一个需要队友的职业啊。哦，有考虑再去玩一次哎。再废一次。再废一次。呀、yeah. 哦。我觉得你先把图腾就是练起来吧。要啊，哎、欸，可是那个我要什么时候开始才开始转型啊？我在哪？开始转型。有。可以用图腾就可以开始换的吧？我不知道那个技能是什么，换一下。因为图腾第一次，应该说不是第一次啊，第一次好应该对啊，第一次好好用野蛮人在玩的时候玩的好过瘾。嘿嘿，对吧？我看一下。妈，那时候说从典狱展乱走，我想说一靠近准备去的时候被典狱长直接勾走了，靠腰、啊、怎么会在这里啊？他那个好像是 bug。真的假的？所以不是故意的、喔。嗯，那個、好像不是故意。我不知道哎、欸欸，我不知道那个技能是什么哎、欸。啊，辅助的嘛，我看一下。是辅助吗？对啊，对啊，应该是辅助吧？我看辅助图腾吧。地破图腾，嗨。哎，对对对对对对对，辅助。哎，嗨，嗨，你好。P.O.E. 没有啦，刚刚在想。刚刚我了。嗨嗨嗨！右扳右扳，这一款不知道感觉有点微妙，但昨天其实半夜觉得说，哦，好想再玩。左右痒痒的，然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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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啾啊！所以你有解锁职业吗？没有，没说，没我昨天玩了，没打。没有啊，手痒痒而已。痒痒，手痒痒，手痒痒。就揪了，所以我们今天是要玩生存嘛？生存模式看看。哎、欸，手痒痒要结扎啦。哦不，哦不。生存。等一下，他生存可以多人吗？不行吗？我试试看看。生存不能多人的话。其他模式，但他其他模式没有小队呢，还是说我们先组好队，然后再切到生存看看？对，我现在就在想是不是要这样，组好队切生存什么？哦，啊哇，你没上线啊哇？我没上线吗？啊、玩你啦哇！啊哇！看到你。哎呀，你登出！你怎么没上线啊？哎、你刚刚是不是在玩什么奇怪游戏？先登出啊！我拜托，我要玩奇怪游戏，我才不用登出耶！登出干嘛？我就玩怎样？干嘛？有什么意见？你有意见不关我的事啊！哇！我想玩就玩，好不好？我愿称你为最强。等下阿汪不是玩那一种他喜欢的那一种游戏，是玩另外一种，就嗯。嗯，很烦心。哎、欸，我没收到邀请啊，我自己加哈。自己来。好，自己来。有人为什么不穿衣服？哦，我来就弱啦。那你看脸啊。嗯。哎，不行，不行，所以他。他生存变灰色的了，他生存要另外用加的，哦、不能腰的要另外加。哦，你要先创，然后我们加进去，这样吗？是这样讲吗？试试看，来啊。那就你先创咯，那要先退出小队。好的。小队。这个退出是直接退出整个游戏，还是退出？然后右下角有个小队选单。对对对对。哦。世界蓝位。
先制定看一下世界清单。我要带啊，新游戏哦，玩家数量、类型、公开、私人、工具包。哦，我们地图尺寸用最大，好吧？好啊，好啊，最大。大最大那个世界束缚所低呀、啊，资源难度，资源难度，生物难度，对，要这样吗？没有啦，看看大家意见。他预设都是中啦，都行。你挑，你是说你是伺服主，你挑。哦，死亡损失可以显示，可以只损失灵魂呢。嗯，不用不是装备，装备不会掉，只会掉灵魂。材料不会掉啊。哦。啊，有另外一个是，一般是灵魂跟材料都会掉。一般吧，我就用一般吧。记得设密码哦。就哦，密码是。嘿嘿，这个可以耶、欸！哇、啊，密码会显示出来、欸。嗯，那你就先关画面吧。好，我只能先关画面。那我们就先就是，我知道调地图尺寸用大，然后世界束缚球它预设是低吗？我有点。对啊，预设是低，那我就只有调地图尺寸好。好，就这个了。好。那就开始。创，然后密码我打在 general， 嗯、好，哦，好哦好，又是那个密码，好，好，我怎么加？所以是你要要，我还在开，哦，等下是你要要还是我们加呢？那我等下进去我再摇看看，还是我现在可以摇啊？有人说还需要防敏，哦，所以我们要自己进那个吗？啊、我刚刚有设定防敏吗？好像没有哎、欸。我刚设定防敏吗？应该是没有哦。世界清单，这边可以加人家的清单哦。生存，所以你刚世界不知道，我才 Wolf 去搜寻看看。目前没找到，我打开了，看能不能直接摇、啊，好像不行哎、欸。它有筛选 Wolf， 是这个吗？世界四三三一七九七，四三三一七，我不知道我怎么搜寻这里吗？是不行啊，这里不能点啊。筛选清楚，是我要重开一个。四三，看一下你画面。世界清单，赛季加成。你说叫什么啊？世界四三三一七九七有吗？一七九七三四三三一七九七。哎，王这个吗？等下，我做一下密码。王找到了、欸。哦哟，为什么我不能直接输入上面啊？会不会是因为摇杆的关系？啊，摇杆可以用。世界四三三，因为我筛选那边不能点啊。诶、欸，筛选世界四，然后四三三一三是吗？世界四三三一七九七七七三三一七九七，他进来有可以输入吗？哎、欸，白星进来了！我是点那个啦，第二页就进去了。哦，世界空格四空格三三一空格七九七。哦哦，还是谁？你搜寻为什么我搜只是直接筛选？筛选点、哦、要点那个前面一点点。哦、
有了，七九七，好，哦，337 97哦，这里啦，哦，原来可以这样哦，你知道对对树放技能的话可以砍树吗？啊，是啊，哎，石头也可以，好啊，那我不需要稿子跟石头了，可是那你还要机器啊，干狼人。哪里？哈基旁边，他打哈基了。哎，我才刚出来，怎么一看就狼人？狼人也太强了吧！我他难度是中。狼人呐、啊！下来啦！下来啦！正中在下面呐、啊！哎呦！耶、yeah, ，我来了！好嘞、欸！一看就装备。哦、在哪里？啊、不是、啊、你们新手，他不是新手工具那个吗？啊、工具或者是战士？我选的是装备，你看你有没有符文呢、啊？哦，道具的。对，另外一个是稿子跟斧头，还有一个符文嘛。我要出去逛街了。出去看一下地图，这个长什么样子？那采东西就交给他们了，我们俩出去玩。好，我出去玩。感觉要先把那个农场什么弄好。嗯。我、哦、旁边有小据点可以打、欸。对啊。可是我觉得，那個、下面的据点是不是都比较强啊？不一定吧，应该是随机的吧。我觉得要先找那个找商人。哦，对，商人我觉得蛮重要的。对、嗯，那你要走这边，那我就走另外一边喽。走，分开走。哦，拿到什么？我拿到符文了，英灵战士之冠。啊？哦，宝贝，这好烂。打打。那，我、哦、这啊，你怎么又走过来了？不是啊，底下没路啊，底下走那个、喔。好，那我往上走，我去上面。他说：“我不是往右边了，你怎么又走过来？”我还在这兒，你怎么还到我旁边啦、啊、？How old are you？ 怎么老是你？怎么又是你？又是你？所以他这个哦，农场在这里哟、哦。哎、欸，升级了，太快了吧！这次来玩看看那个护卫。来来来，干嘛？怎么了？等下，你同胞，救我，你同胞来咬我。哦。啊！你要回去，那这些东西先给你。你给我啊，提款卡什么的。没有。哎，你提款卡也太爽了。爽！我把你提款卡放在我们家的箱子里面。喂，哦，那我可以去看吗？不行，见者有份，见者有份。那我可以拿来用吗？嗯，用的，这会放进去吗？啊，借密码要放好。我把信用卡跟密码放在这喽。密码放好、哦，那不然我不知道怎么输入什么，不然等下被锁卡，我不管哦。输啊！嗯，哦，我升级了，我要继续战士好了，我要继续玩战士，战士我玩的还蛮顺手的。啊、你不玩干新职业？新职业你卷的啊，你一个人够就够了，不要职业不要太多重复，感觉会平衡不好。還好武器拿不一样就好了，我们就三个在前面奇怪这样，四个人都在嘲讽。啊，爆了，武器爆了！啊，加喽！一开始你们第一天可以了，第一天靠 NPC 就好了。啊，大智，等一下，大家大智太早，你太早来了，我现在有点受不了，不要！太刺激了！就那个会掉雷脚的啊，他现在就冲过来了。哦、可以啦，
吧？谁影月呢？我对啊，你是影月呢？技能还没学好，等我技能学好，我再跟他玩。你是月月战神呢？我等下就站着给他咬。战神，只会战神的神。不要啦，不要啦！我跑了，我跑了，跑了，跑了，跑了。我觉得先都把我的右键技能留着来砍树。啊！等一下，麻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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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啦！不要哎呦！我好像应该回家了，我剩四百滴血。哦，碎啦！对哦。好屁！哦，我捡到银矿了。等一下啦，你们怎么这么多人一直在冲上来干什么东西？这是什么碎？所以它生存模式的差别到底？不知道，不知道。那就先玩看看嘛，看什么状况。也是的。哈哈哈！说什么了？说啥鬼？什么东西？说什么啥鬼？护卫跟格挡有关，有几个格挡符文还不错，看你抽不抽得到。嗯，我知道，我知道乐透的奖金很不错，但要看你抽不抽得到。哈哈哈！哈这次乐透很吸引人哦，那你抽得到抽不到那是看你喽。哎、那个奖金都几亿的啊，抽不到抽不抽得到看你喽。哈哎呦！为什么你有那个头？你怎么有那个头？怎么可以？熊头吗？对啊，对啊。哦，买的吧。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里面有150，就买了。哎、欸，不错。那那个、啊、成就就会给那个币。啊、哦。修喽！修完还要装备是不是？如果是完全坏的话，修完要重新装。嗯。我现在是生存，哦，120，这里难度是120。做个高可以啦。我现在才100出头，而且我力量不足。碎石灵魂，等一下，等一下，做个水。哦，哎，我开到一个船点，这里很热哦，这里超热的哦。哎呀，哎呦，这里温度过高哦！快点开，快点开，快点开，快点开！开好了，我回家，我回家。还有什么可以？163。哦，再做。嘿嘿，啊！不要不要不要！啊，你坏坏蛋，你坏蛋，你坏蛋！武器是不是不要重复比较好？哎、欸，我看一下我的武器。我是斧头。长剑。我应该会拿长剑。啊！因为我一定要拿盾牌。你拿盾牌打架？虽然拿才不能只拿盾牌打架哦。没有这种哦，一定要拿盾牌的话，我就是只能斧或是剑呢，因为锤是双手的。好啦，那我拿锤，那锤就交给你。哦，锤的话也姓锤。说这一次的地形的好不好守？嗨，繁星。嗨，120哎，120，好像这里啊，对啊。嗯，才刚说巨人马上就来了，掉链上面的部分。我锤好挥好慢哦，双手啊，慢。双手最好伤害是双倍哦，不然我就不玩了哦。
哦，这隔挡这是什么效果？为什么我隔挡是范围的哦？哦，我隔挡的时候可以吸引敌人注意。这里很热，这里很热，这里很热，赶快跑！这里很热，赶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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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快跑！快跑！快跑！哦，雨月在那边，那我往上走啊，往左上跑。那走上还有个船点。哎哎，巨人在这，这什么？不对，不是，这是野怪哦，野怪。这画面也拉近了，好大只的野怪。哦，感觉很刺激。我要先学。哎呦，哎呦，这里有个船点哦。啊，不对，底下过不去。哎呦喂呀，妈妈咪呀！哦，我看到了，这是什么？食人巨魔。哦。啊，两只哦。两只。哎呦呀！血量多少？我不知道，我没有靠近，我要去开船点呢、啊。哦。你笑了一下，对吼，我忘记了没有点。没点技能是翻滚无敌的，翻滚无敌还不能点，翻无敌好像第三等的时候被麻痹了。错，哎呦呀！我先开，哎，你们先都不要传这个哦，我这个点先不要传哦。繁星，你不要过来哦，有两只大太巨人哦。看一下，还是要看呢、啊。完了！我要快哦，我回家。很近哎、欸，很近哎、欸，很近哎、欸，他们走很快呢、欸。巨人吗？对啊。啊？是不是赶快先把他弄死啊？走超快的哎、欸，确定不打？没有了，你那只不是那个巨人呐、啊，不是攻打家里的巨人，那是啊，这是哥布林吗？这是哥布林巨人吗？哥布林巨人，哦，你把他拖下去了。哦，很痛啦！看我居然 OBS 过载，哪尼？有点卡啊！你那个 FPS 的限制要把它打开，不然它好像就是它的优化没有很好。哪一个？我昨天观众在讲很卡，那个无限制改成60是不是？对。哎、欸，阿丹跳出去了。好哎、欸，要重找了。他要重开是不是？哎、不是啊，因为我打不赢这个哎、欸。等一下，我在忙，我在打架。怎么了？你说很大只那个吗？哎、欸，对。啊！不行了，我要死掉了。那个的话，战士因为有翻滚无敌的，他挥的动作很慢，可以用这一招去打他。我没有翻滚无敌啊，我不是战士啊，那就没办法了。那你去打他吧。我翻滚无敌还没学啊，等一下。我来了。那我们就先放着好了。先不理他吧。他在哪？我剩200滴，他还在那个斜坡附近。没看到哎、欸，是不是可以利用重灯回城啊？不行吧？可以吗？可以吗？反正你刚刚是直接回来吗？对啊，没有，刚刚是离线。所以哈靖，你回来之后是在家里面吗？对啊。哎呦，那写满了哎、欸，哭啊！等一下，这是干嘛？先来去接个任务。欸、这里有海蓝宝石可以采集耶、欸，我这个位置，而且有船点。哦哦。嗨，还好我们生存的时间好像没有传奇那么快，对不对？才讲完，即将出现，这里。我刚刚先选那个格挡全范围。哎呦，这个怪是有麻痹属性的，哇哇哇！
那那个他身上有黄色刺的时候，不要打他，会被骂。这什么宝石？紫水晶矿哦。这里好多矿啊！这是挖矿区，这个可以的。被打死了，加手加喽。好，我等下就回去，我等下可以直接传回去，旁边有传点。我把那个控制改一下。那这些矿脉会不会重生呐、啊？矿脉好像不会耶。可是其实昨天玩我附近还是有踩得很开心耶。所以一定时间还是会重生。嗯，感觉会。嗯，不是啊，他的按键会重复哎。嗯，啊好，我想玩其他的符，可是这个不动护身符到底是要跑掉了？我打的也太不痛了。哟吼，抗寒吗？也不是啊，到底是什么？啊！小武将死了，啊！救他！对，我要回去守家了哦。踩着踩着就忘记了。哦，没有回来。啊、没事啦，我等下会带很多宝石回去啊。啊，那可以。那原谅你带了。那原谅你。哇！哦，这不会有寒冷伤害。哦，船点外面的船点附近也可以恢复寒冷值跟热那个哦，所以它有 buff 效果。不是啦，是昨天就一直有说很卡了，然后刚好你抖内的时候，那个他们才有讲到卡顿的问题。刚刚我老公哎，怎么会是观众？哎，刚刚在隔壁编的开心吗？其实刚是你在外面指挥那些怪物来攻击我们家，没有啦，这个对、哎、我是在外面逛逛而已，哎、我没有特别指挥什么啦，你一定是误会了啦。时机这么刚刚好，还是我抓到卧底，星之锤二，野性之锤。啊，野性之锤三升不上去，可是差一点点。借生物手指，我搞。哎呀，顺多了是哦。所以刚刚其实那个有差很多。嗯。我所以你们昨天玩都没有去调降下来。我昨天有调，但今天重开的好像就变回来了。真的吗？我看一下我这边有没有。我的还是限制，我还是60 ，OK， 我没事。这个应该就是，它是灰色的，对不对？选定是。选定的就变灰了吧？那我要去继续去左边吗？略过那个，我觉得雷属性的是不是大家都要做啊？因为雷属性的晚上会特别痛，就看能不能找到那一个卖脚的啊。对了、我们下次伤人一个都还没遇到，对，漂亮啊！对，那个有没有拿这个盾牌？我刚刚捡到一个不一样的盾牌，虽然好像比较弱一点。比较弱，我只有一阶的盾牌而已。我如果有的话，应该可以换。防御是多少啊？你看一下，我直接我已经丢工仓库了。我回去看。我是，我惨呐！稿子快坏了。小狗，捡了一个没有用的符文。这符文之后可不可以卖掉？可以直接摧毁掉。那只能摧毁。啊。快坏掉工具拿去升一阶就把它修好了。哦，哎，那个斧头比盾牌比新手盾牌还少一防御。好难。哦，这里。雄鹿。雄鹿哦，上就在我附近，我再过去。摸摸啊，是不是大家都要过去啊？因为它会掉活动的东西。那我这边船顶打开，等一下找到的时候，你们可以一起来点。好。
反星要再去挑战那个。我打得很开心哎。哎呦，凯鲁他在哪？他在哪？找120。对，哎，沼泽哎。听说沼泽晚上靠腰，我以为这是阿旺，阿旺你干嘛打我？阿旺，我没有打，我以为他是你，不是啊，还有麻痹 IP， 我防守无敌了，我长我有这么矮吗？我就问你，别人好像哎，对了，好像晚上的物资跟白天物资有差哦。哦，所以晚上出门是有差的。嗯，因为晚上可以砍木头，砍得到一个好像紫色的那个什么午夜什么精华，你们印象吗？昨天好像做衣服的时候要。哦、对。对。哦。那个好像是晚上我有砍木头有砍到。哦，虽然晚上出去砍哦。嘿。酷啊！他去左边还有个船点，可是他在沼泽地的感觉。哦，刚好开了。半斤这边有一个二级普通宝箱，要不要来拿？我蛮好啊，因为它是没有共用啊、哦，不是啊，就是大家都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感谢超级留言，我遇到谢谢，感谢感谢。哎、欸，找到了、欸，我要交流了。好啊，你在哪？我要冲刺啊！可他会跑、欸。你在哪？哥布林上面，哥布林你走上去，哥布林。快下！你滚下来！滚下来！你滚下来！你滚下来！我叫你滚！滚下来！这里啊，我在这个路在这。哦，一个人拿就好了，可以。我在活动碎片会不会掉？哎呦，狼人！那我标个点在这里。我点个祝福哦。星星。忍受隔挡攻击。我两一满。先点个。不知道怎么下去，就是要直接跳下去的意思吗？这星星不能爬下去了。你有拿到吗？箱子的东西。有剩生命药剂二。要打他吗？哦，哎，不是的，我死掉了，小怪。我要想要敲那个罐子去打王，然后结果。我来打你啊，鞭尸哦。结果不是啊，结果那个小怪打小怪，我就麻痹了，然后旁边的那个就爆开了。哦哦。我来捡活动碎片了。我被 combo。这个是可以这样上去的吗？白痴哦，卡点了啊！你传送可以用吗？可以啦，我想到这边盖，可是那个点呢，我还没开耶、欸。哦，你愿意过来看就知道我在这个位置。等一下，等一下，我有狼追我，我待过去，我待会等我一下。好，我来了。白痴哦！哎，卡在山壁中间吧？因为我盖了一个桥，然后我盖了桥跟。哦，我直接滚下去好了。按T回去。我开神殿，我开神殿，神殿开了。等一下，我先拿回我的东西。金。好了。是水晶。哦哦，大致的，大致的，大致。跳！快跳！我叫你跳。移除，我怎么移除？隔挡，哎、欸，不是啊，隔挡我还是扣了这么多血，好痛好痛！哎、欸，不是啊，这样隔挡一点用都没有啊！哎、欸，不是啊，这么乱打我，好，搞！哎呦呦呦呦呦，这只是三回，这隔挡真的是没什么用啊！那、武器坏了，哇，还好。哦，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他被我推着走，他被我推着走。睡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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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啦！哦，他格挡也太烂了，捡不到他啦，睡啦！好了，好了，好了，看他笨手呢。什么啊？不是，我按错了，我按错了。我丢了什么？感谢刚刚超级留言。哎呦！等下我的药拿满了，这什么？半锁。格挡真的好烂哦、喔！旁边有个营地。哦，到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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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踢我晕眩呢。是啊，是啊，是啊。碎啦！这里应该有个营地啊，在哪里？这边啊。哦哦哦，我看到了。废，我不是哨兵，你跟我讲哨兵干嘛啦？
谁来拿哨兵都拿长弓了好不好？不是那个东西哦。啊，不是啊。生命药剂三，我捡不到了。他捡东西捡捡会掉到底下去，我没办法捡他了，算了。嗯。去。哎呀，我是习惯会按着 Shift 跑步，但其实不用。想说啊 ，Shift 可以按了、啊。这留着好了。转，钥匙。Laser Donut，Laser Mera。哎，好，锁家了。叫地龙。哎，我走装备，你给我回来。我打你打过来是不是？去打过来了。哎，你们守得住吗？守得住我就不回去了。目前只有我在家，我跟哈基在家。我也在家。我上左上左上。那就今天先让阿旺出去，明天换下一个人出去，轮流这样子。农场哦，先看一下。农场在下面。先干哪个比较好啊？农场啊，有蘑菇油跟那个嘛麻绳，还是哦，那什么绳？纱线。它是要可以直接点吗？还是要带东西带过去啊？东西要带过去的样子。我可以。不知道带过去吗？我记得可以远端呢、欸。宝箱吗？对啊，你放在箱子里就可以了。家里有没有材料？但我在这个采石场这边远端不行。哦，那应该是家里的材料不够。嗯。啊，这边有一个新的船点，注意了。然后我们还没找到商人，太漂亮了。对。敌人了吗？好像快没有了。好，不管他了。治疗师有了治疗吗？我来了。啊！哇、哦，来得及吗？你来，快笑他，笑他，笑他！有了，啊，领不到了。你加四百，没事没事，差一点点也行。下午砍那么多树，你说晚上砍树会有什么？我没有拿到那个、啊。要砍一个特定的树。什么、啊？我靠！我看一下哦。按技能晋级差一个，可恶！看一下哦、喔，哎、欸，被做丑了吗？哦，没有，紫杉精油，对啊，五叶紫杉精油。哦，没有，我刚刚没有找到。紫色的树吗？它叫紫杉木，紫杉树。我也是随便树都有。那就晚上要找紫色树。嗯，帮人还没升级，要不要？药剂师还没升级，先帮他升个。哦，这是可以点的。哦，成了。哎，先不要看，我、哦、跑这么远，谁会记得在哪里呀、啊？哎、欸，上面沙漠几等啊？上面沙漠一百多，我记得。试试看。可是他那边很热哦。好，我晚点去试试看。很热哦。对，那边会有过热的状况。哇，跟我家一样哎。哇，那我耐热应该很够，过去看看。游戏角色不是你本人。试一下啊。哦，需要，有体温过高了。有过热的感觉了。有，我上面飙的好高哦。那、啊、我不能走出去哦。只能在那个船点附近看看。对。啊，小怪是有啊，大只的好像没。然后什么？那可以。活的，好废哦。特殊见识啊！诺英，炸了！哦，锤两下就死了，碎啦！把那个斜坡盖在家门口。哦，
我找到巨人了，我找到巨人了，上面最上面的船点，它有45000滴，看不出来，看起来是白痴、啊哦，雷属性，雷的，45000感觉还啊不对，我们现在武器也没那么痛，感觉我一个人可以应付哎、欸，那先靠你看看，我是怕你武器耐久了、啊，哎、欸，他打我也不会痛，哎呦，哎呦，哎呦。这个画面跟我家一样了，快跑！哎、欸，我不开玩笑，我有时候看人家我家的地板都开始有那种会有晕那个对热气飘上来的感觉。好，我那也太热了吧！晚安，晚安，晚上好。原来是这样子，可以上去吗？哎呦痛！哎呀，无法修理的符文是什么啦？血月。哦，修理成本降低20%哎、欸！哦，我有那个，我捡两颗。哦，我可以捡5颗，然后就不耗东西修吗？你以为这么好的是？你以为？但你要打得到，好难盖哦。研究盖东西，这个是遗迹吗？这个是藏匿处，哦，两个哎、欸，哦，这是我可以进去吗？通道，云南安，挖角、啊，你敢走？哦，啊，上不去啊！哦哦，这是赤精灵吧？我在打赤精灵的哎、欸，你有在打？我也在打哎、欸，啊、這你是赤精灵对吧？啊，对，赤精灵捕获，呜呼！靠你了，也靠我了，打吧，打！这是哦，滚！东西、啊，这个应该是摔下去就再见了吧？你斜坡了，嗯，不哦，我等一下一定会迷路。是我水不够了，我没有别的水。啊，金矿，哦，金矿，我觉得金矿蛮重要的。哎、欸，不是不是，你不可以这样。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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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怎么？哦不，我热死在野外了。饿死，热。哦，可以，可以的，可以的，水啦。太多汁了吧！先把村民都升到3等好了。哎、欸，只有掉灵魂哦，我装备没掉哎、欸。装备好像本来就不会是掉材料，装备不会掉，是掉材料。哦。好了，我觉得我不需要。他没死过嘛？哇、哦，那你玩到久没死过？因为昨天都是你们去探险，我在家里附近暖暖蛇。药水叫做陷阱酱哦，嗯，这样子哦，就是在做陷阱。哎、欸，我还做一个火属性的来玩。我要做了，还挺可以不死的。刺激性火锅9个，杀毁的。9个什么？欸、还有16、10，这什么鬼？啊，好像火属的。火鼠就要去那边打、啊那個。哦，那不是说按巨斧的直接重生吗？为什么按住9秒？哦，可是我一按，我按下去他就直接重生了、欸。啊？我觉得那个啦，现在放弃还是换到那个巨斧的要累积9秒啊？可是我按下去他直接就直接从那个家里的重生点重生了，为什么？云月，你回来就先做火的吧。你先，因为火锤的材料好像是目前最便宜可以做的。等我一下，我快把他打死了，他剩5000滴而已。是啊，哎、欸，你是说巨人吗？对啊。好酷哦、啊！哇，酷哎、欸，剩5000滴而已。
那我们等一下是不是要过去拿东西啊？波轮帽，等一下死掉的地方就点标个点吧。嗯，看到对，看得到点吧？它可以标记啊。等一下啊、哦，看他找去哪。先标一个，这样吧。哦，对。你想看到蓝色的标记？哎呦，旁边的小兵不要来乱。反正要守哪里？哦，你有火攻了哦！火攻很好做啊，你也去做一个啊。我不是，我不是拿弓的、啊哦，像我浪费材料。哦，这个紫色的吗？哦，所以是现在是只有我们两个在家吗？我想说今天晚上我来试试看外面。哦，好。松树也没有，红色的木没有。右上有 boss，、欸、右上有 boss。两个守下来吗？哎、欸，他。我是觉得长得不太一样，不行，那我就马上送回去了。哦，会痛会痛，白痴！哦，我、哦、家里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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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不行不行，要爆开了！啊啊！等一下，我踢怎么都没反应？要踢啊！好、哦、大只的蛇。右边还有一只自爆的是吗？对，还有一只自爆哦。啊，自爆爆开了！哎呦，我先加一点，180,000。我可以想办法回去了。回来了，有。等一下。标点。对。然后回家，家里好像还是要三个人。嗯，不是最少要三个了。等剑塔起来吧，到时候这个应该就可以少一点。让我复活一下他。阿哭啊，你打三小啊！有了，打完了。哎，哦，自己复活。不行啊。好，我先把灵魂关进去。好，好。80个灵魂。这个管吗？不行，做个暗属性，可是暗属性管上好像没什么用。剑斧头啊，长剑，我精通的是长剑跟斧头啊。今天是血月，对，忘记了。哦，难怪刚刚那个。野猪，无可藏匿。哇，开那个点。是我这个好了。每控出一位护甲蓝，伤害造成提高30%。哇哦，就是这个，上次就是这个，一开始变跟鬼一样，然后我是被打的跟鬼一样。嗯，矿物会生啦、啊，有矿物会生，是的、火锤好，先做火锤好了。存装备在一 ，OK， 好。野猪的毛不够了，等下去打野猪。笑，骂打野是猪啊？哎、欸、哎、欸欸、什么东西？啊，我上面有标一个刀子的形状，那边那个有 BOSS 打完的东西。嗯，它哪边比较快、啊？最上面的船点，好，我把装备丢在地上。骷髅头吗？骷髅头下面一点，骷髅头是我死掉的位置。哎、欸，骷髅头好像是我点的。骷髅头是我点的，我把它取消。今晚不会，我砍木头了。好像说海边的海草也会有额外的东西。哪一个啊？刀。像这只有一个、哦，哦，野猪，先，
你看这种打架声音。去网上探险啊，那个地方还没停产。任务碎片，任务碎片。这任务会消失吗？我不知道哎、欸，会消失吗？余烬之弓，不知道。他这个有锤子哎、欸，维纳斯的锤子，我要解这个任务。他在哪里啊？哦，在旁边而已、欸，没有很远，而且在穿点旁边。好，我过去了。哇，谁啊？这个从上面，哎、欸，就在我旁边呢、欸。是啊。就在我脚底呢，就在我旁边，真的是直接蹦到我旁边呢，看到了。坐蹲下，不要蹲下。啊有、欸。坐蹲下，快去完成这个任务。阿顺，你要我做什么？从大型沼泽什么？就是。从大理找是不久，直接营救。你都砍了，我想要等晚上来砍的。哎、欸，我刚砍的是纸什么纸什么那个吗？活动碎片。不知道是吗？弹幕吗？是吧？东西。哦，三级啊！没事的。啊是，我不确定这边你们会不会有那个碎片呢、欸？俘虏这个。要过，我们要过去那附近才会看得到。那我一样就先点一个星星标记在这里。啊，哎、欸，啊，要不然点那个星星就不见了。所以一个人只按一个啊、哦？就是每一个符号只能盖一个，因为按第二个他会把前面那一个把它取消掉。嗯。哦。哦。加麻烦。哦，音乐不打，好吧，走。啊哇！好，过来！等下等等，我这边有两只。我这边会补血的。哎呦！哎，安娜，我想把它开好。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是什么水果去？梨子啊！水梨啊！哦。啊！喝错水了啦！啊，四个 NPC 都三等的。大型的是要这种大、哦，找一下大哦。法力哦，对对对，我还忘了先修装备，还好我有剩。你有剩？哦，还没卖掉。卖掉对。好哦。中型的也不够，要大型的。阿金这边有箱子，这边有箱子，我刚刚还没开完的。好。哎，你开完了？还没。来了。打坏坏的精灵，蛇龙，好吧，我就打蛇龙。冰球，今晚是平安夜，是平安夜，可以在外面逛。然后要砍那个树，紫色的，不是紫色的，他们叫紫杉木吧？它不是紫色的，对，它是绿色的。这是什么东西？那我去海边。山树。海边。还有100块，能不能修啊？现在是还算白天吗？现在是黄昏。哦。我直接消。要笑啦！哎呀，买啦，买啦！行。采石场差500块，材料够了。啊，我等一下回去。哦，伐木才对。然后不能远端。
哦，不能远端，不能哦。啊，所以他那时候是显示 bug 哦。可能你们身上有这些吧，我不知道。刚好有材料吗？对，我有带材料回来，因为我那时候拆拆门嘛，嗯，外面的门拆一拆就有那个什么断铁什么三阶材料，我、哦、就放箱子啊，那时候去看就没有。哎、欸，刚好被拿走了。也有可能。新沼泽地哪里有大型的沼泽地呀、啊？啊，对啊，巨人那边，巨人，走开了，企鹅哎、欸，走开了，谁呢？鸟类鱼啊，靠哭啊！灵魂守护者是什么？哦，应该是那个吧，死掉会。晚上了，开采。要怎么上去？那边啊，我这边。哪里有？这也就是中型，中型。你挂呢？你也挂？对啊。啊，请杀啊！有啊，我有请杀呢。请不够多啊。小小看挂你啊。哪里有那个树啊？水魔啊！从大型的阿野猪啊，是这个吗？是这个打死。对，我到底杀的是刚好爆掉，哭啊！嗯，我说海草在哪里呀、啊？音乐离开游戏，音乐，音乐。他是不是换那个换 IP 哦、喔，还是干嘛？哦不，时间换 IP 也太奇怪了吧？对，里面可爱萌爆了。好哦，这边爆萌了，爆好啊，真的他也没回来。OK， 最上面吗？还是在最哪边啊？那刚那个说那个嘞？那个打死在哪打死的、啊哦？那个你是在找剑，那个剑的位置。哎、欸，对啊，你应该路过啦、啊，应该路上会看到啊。只是它不见了，太久消失了。真的会消失？哦，血脉块。哦。哎、欸，我真的完全敲不到那个东西，也在。嗨嗨，我又断线了。怎么断线的？我也不知道。冤冤啊！时间过了，是会消失的哦。尴尬。月。哎。掉落物会消失。对。哦。爱也会消失。巨人。啊啊！最近学到的、啊，爱会消失。所以巨人的东西还是大家一起去打比较好。嗯，就是要把当天晚上大家就要一定要去捡。嗯，有人偷使用资料，对，就是我。Oh no！ 你补个屁啦！补嘞补嘞还补啊？对不起嘛，你在骂音乐对不对？哦，音乐啊，音乐别补了，音乐哦，要补。哦，抱歉嘛，我就想说补一下血啊，等要出门。是野怪啦，不是你接的太顺了，好不好？他说你是野怪，我刚刚打野怪，有一只补血。他说月月你是野怪，我是野怪，我去外面生存，我去外面，我去外面。有人来，又来又来，去结恶人族。对，我600的灵魂应该先用掉再出来。我1800。你可以帮，你就我还没回家哦，可以帮忙生一些东西嘛。我就还没回家没。然后就说怎么还没回家呢？说啊，你可以帮忙生啊。那、啊啊、我就不要啊！有啊！那、啊、我们时间数快爆了啊！让爆啊！哭啊！降落降落！
大型的沼泽营地，好像应该要先看一下有什么武器会，至少他的技能会回血，不然在外面跑其实蛮辛苦。嗯，要带够水啦，不然真的很水其实就很快就消耗完。是啦，我有时候不小心忘记用，都带水。哦，秀秀秀秀秀秀，秀个头啊！秀个头！哇，听起来很赚啊！怎么了吗？啊，怎么了吗？你哦，怎么是？哇，他跑得有点远了。打是对的吗？他角色没有负重，不然真的会很困扰、欸。真的，嗯。哎，水上盖垫板可以过河吗？好问题。哎、欸。哎呦。哎呦。哎呦。这里还没有船点、啊，找到船点我就要回家了，太远了。哇，又搞要死哦，死咯！大型的营地啊，这怎么又有传送点？为什么你找到传送点，怎么没有传送点？传送点我不知道啊，就一直遇到嘛。嗯，不是自己放的，自己放传送点，不是自己做传送点。哇，氪金的力量哦！怎么知道可以做那个啊？你怎么没做那个豆移动重生台的传送点不算什么啊？哦，对啦，我拿的是他的物品啊。哎呦，那崩炸！那崩炸，我嘛唔知呢，那崩炸。啊，那崩炸啊！你啊，那崩炸。这个东西，哦哟，雷角、蛇龙角、月孤闪电，那奇怪的东西。闪电。你要找到一个神庙，神殿。怎么又找到神殿？你怎么可以找到？要不要教一下怎么做？做啥呢？要什么材料？我们的农场剩什么？你说哈基说剩什么？右上角的那个采石场剩500，差500。啊，农场呢？材料应该在箱子吧？好，还没。我来。快穿、啊！这里有一个点呢，可是要怎么上去？是1296，十二九六，十二九六，干什么？什么东西？哦，我攻击可以发气功波了。哦，哎呦，气功波，不愧是最近玩卡卡罗特的。卡卡罗。可以放龟派气功了，是我的龟派气功啊，然后一直打空。是我要说他龟派气功真的好容易打空。1296，1296，小子找不到船点呐、啊！我这样回去也太亏了吧！进关西太亏。阿帕杜布给巴，阿帕杜古尼，阿帕拉布，走。我这走很远了呢，有，可是都没有船点啊，有一个在沙漠的高地就上不去了。有啊，哦，你要船点哦，那个上不去啊，哦、要绕一圈。有，哎呦，有一个无法修理税哦。啊，农场我来了，我去农耕了，偷偷补血了，我要偷偷补血了。哦，那还叫偷偷吗？哎呦呀，我偷偷的补了，正如我偷偷的来，耶！守护村庄，天黑了，对，天黑了，我真的找不到回家的门呐、啊！哦哟，有人回不了家喽，爱上一个不回家，哎、欸，农场好了，对啦。
耶，有大量的油了，回来了耶，手架。左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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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题外话，你们明天会玩什么？音乐跟他。因为如果玩没有决定，如果玩这个的话，你们就先跑没关系，因为我跟喵哈上个月就约好。好。哦。对吧？刚我刚啊，刚你们进来前就是在聊这个，然后聊到后面聊到 POE， 说要不然你玩 POE 啊？然后说玩屁哦，我们各玩各的。POE 就各玩各的了，我可以开始回家了。然后你们就进来了。还没有决定要玩什么啦。嗯，红啊，哇！另外一车，另外一车，另外一车，来来来来来来来。好，我来了。好，我守左边，我守左边。哪边需要帮？守下面，守下面。哪边需要帮忙？我的银行户头。可以啦，你那个可以的。那个我可以需要一点。我给你，我给你我的账号。等你有遇到需要帮忙的人，顺便帮帮我这样子。帮我存一点进去，对。然后把爱传下去，把心海币传下去。把心吗？是没错啦。对，我忘记一件事情，哎，巨人已经出来过了。巨人应该怎样在上面吧？嗯。你那底价？你那分裂，我来喽！你那分裂了，有看过应该没得没得没得。那现在看一下无血的武器，你又想这次又想分裂，这次又想分裂的，想分裂，是精灵琥珀，我再去打吃精灵。回来啦，一直走呢。哦哟，天亮了，又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不放置，然后又存活了一天，好，我2000个灵魂。下面的好了，伐木场跟那个石头还没，继续帮生命世界树再灌一点灵魂进去。嗯。给我吃！这里也有一个，去右边逃。我拿很多东西回来喽。哭啊！我要到这边哦。装备也没爆，还行，还行 ，OK。赶快把这个可以农物资赶快弄好。对啊，我们财富自由了。嗯、啊哥，应该可以做一个雷武器了。我刚说语言不是啊，走一走遇到那个啊石巨人，不是啊那个哥布林。哦、我想说，你是变哥布林了。应该可以做雷武器了，我刚刚带一些脚回去了。哦，是哦。我又忘记叫鬼进来啦。被吸狼啊啦！吸狼，左边，我去，左边的灵魂是不是？左边的是什么？都是小的，有没有大的？咦，左边伐木场，我灵魂灌进去哦，灌，灌。他灌好了，但是其他材料没有。去准备。哎、欸，所以其实中武器弄到坏之后，可以拿去升阶，升上去之后、啊、又买。他就是修好了。哎、欸欸、哦，我去找一下第四巨人。哎呦，下了。在、欸、这里吗？家里的墙。哦家里的墙，我把灵魂都灌好了。好，记得吧？好，对啊，是你们的话也吓一跳吧？不是只有我，因为从上往下走啊，突然就遇到他的头啊。
忽有庞然大悟，兔子尖叫而来，啊哭啊！尖叫怎么有猪啦？尖叫是谁尖叫？还是他还是你呢？啊，给谁抓野猪的毛？拿到了。哎呦，还要吗？不要的话，我还是会带回家，对不对？对啊，反正都会拿回来。血盆急需。哦，晚上。对，我走这干嘛？这里走不过来这边，这里是，这里是那边比较好走上去吗？嗯，还没找到那个巨人的位置，等他再走一段吧。四金灵琥珀还不够，对啊，再去打，还缺一个。是啦，我要捡东西。公鸡，公鸡叫了，哥哥。怎么还有？那我休息一下啦。嘿嘿嘿嘿，高高在哪边？高两个地区有。嗯。谁在丢啊？他两个地区是两个地区都有，还是两个地区其中的区域有？好问题。水能不能覆盖？可以走水耶！有木板的话。哦，真的啊。哦。对，哦，所以那些斜坡啊，哦，有些东西不是在峭壁上，原来是用斜坡那些上去的，哦。嗯，哦，那怎么吸？是哦，很奇怪，按右键穿呢，右键就把东西丢掉，都丢在地上。哎，欸，我穿起来了吗？没有啊。哎，嗯欸，奇怪的东西呢，在地上。在地上。烂的头卡。那种烂的头卡。很奇怪，你怎么没穿衣服？我有啊。没有啊，你就是，你就光着身子在跑啊。嘿。我现在真的是没穿裤子。国王的裤子啊。国王的裤子，那国王的防御力呢？啊！吃饭呀！你说你要不要去哪了？啊！要不要吃吉娃娃？哎，一百多。对，我的方向改变了。对，我要去找啊。灵魂就给世界树咯。嗯，好，好，交给你们，我去捡尸。捐赠了500的灵魂，我找到传送点了，传送点很多啊。都给你找，都给你，不找。生气了，生气了。这都找不到，欸，我们还没找到商人哦。没有。哇，还是生存没有商人。七天就一个小时多了。差不多啊，我们上一次15天也是差不多2个多小时啊。嗯，那其实东石大晚上比较快。结果，不是继续去找？对啦，先回去补一下好了。对你速度，关了，加在这里。要晚上了耶！对，有人在家吗？我才出门呢。好，回家。我有点尴尬，我现在有点转的有点远。弄完准备要出门就已经晚上了。还是你要踢？偶尔可以踢传来传回来一下。嗯，我踢还在回那个。啊好，我快捡到我的东西了，我马上回去。哎，早饭有没有？哦，来。拿暗属性也在晚上打，是不是也太亏了？那晚上沙漠总不会热吧？我想的好像有点好冷，
哎、欸，好像真的不会嘞。它真的有季节，哦、这是早晚的差别、啊。对呢。微瓜，微不是微瓜，微热呢、啊？微瓜。我知啊，微瓜啦，那你热未？我觉得这个可以多几次。哦。我暗属性的那个领域，站在里面攻击会吸血。嗯。哎呦。哦，找到找到找到那个闪电了，我可以回去了。嗯，可以。现在在努力的守着两边，赶快回来。那很辛苦了。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我要回去。这等闪电我需要先开，可是这好多人。那怎么用、啊欸？不是 NPC 很强啊。NPC 升级是不是他的能力会变强啊？应该是哦。应该要增强，不然不然太废了。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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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来了来了来了，传送来了，哪里还没守？右上右上右上，跑去右上。哦。哎，建筑怎么用啊 ？C 按 C 哦，然后滚轮可以切换，就是建造、平地、斜坡跟拆除。哦。然后建议要预留空间。因为如果比较高地的话，要两个斜坡才上去。哦，不是要守完了吗？还是还没？还要一阵子。你去守你那边啦，我这边可以啦。因为没怪啊。哦哦。啊，有了有了有了。人射程这么远，还让我射空。没有找到地蛇，蛇龙是，哎呀，白天要白天了，是吗？是哦，修装再出门是啊，修理，耶，第八天。找巨人，我一直都在找巨人呢、啊，扯不？每次都从那边说要找巨人啊，龟刚在找巨人，刚才视频也在找巨人，然后一直还是没看到他。不转，耶、yeah. ，又热热，这辈子喽，又接着火锤，赤是精灵琥珀，赤精灵琥珀要去那个遗迹。啊，不是，哎、欸，是灵机吗？还是处理？藏，看一下这是什么？藏匿处，藏匿处里面会有，在下面了、啊、哦。好，确认这一段。藏匿处，应该就是我刚刚最左边那边那个山洞里面。你应该够了、哦。我再去开左下的那个船点。鱼鲁。耶、欸，补个血，补个血，偷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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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有人偷补血，安夏，没了，快跑，快跑，快跑！找不到大的沼泽的那个敌人阵营，哎呀，沼泽敌人阵营上面吧，我要大型的，他进那边，哦，那个这都是小的，遇到他了，冰的。哦，冰的，看一下你那个位置哦， 好像船点附近而已。我过去，我过去。六万血，六万血。啊，帮忙！我来了，我来吸趴了。看一下哦，在上面吗？还有，嗯，右上角那一圈是什么意思？红血月吗？嗯，有收血月吗？你刚刚有跳吗？我不知道，没注意到。没看到哎、欸，感觉是人，因为时间的那个变红的。对啊。没有啦，有没有？国庆日啊，国庆日红红的啊！哦，哎，融化你吧！我来啦！我用火箭打他！啊，好锤！宝可梦火打冰是克你的啊！你们加油，我继续打刺激。哎、欸，哥，你怎么往后丢石头？你看前面呢？哎、欸，真的哎、欸，火打冰有用哦、喔，有加成，有加成哦。
哎呦！耶、yeah! 欸！你们已经打死了，太快了吧！防寒药，他坐下来了、欸。对啊，是坐下来的，好可爱啊！防寒灵药、生命药剂、生命药剂三啊！我这捡不起来，可恶！我先丢掉，然后捡三。不是，喝掉这个满了，丢掉。啊，不是啦，我要丢啊！不是我的生命药剂二嘞。他是哦，有在有捡到，丢掉。他的系统是护克属性的，所以是火冰护克、雷暗护克。帮我捡那个，我捡不起来。什么罐？哦，啊，已经因为重生呢、欸。陷阱罐还好啦。棒哦！走了走了走了。零三四，捡不起来就算了。对啊，他血液真的是呢。王有才，生命药剂。血液就不能乱跑了、欸。嗯。把这 T 留着，我也是，先扣着。那我要先去其他地方逛逛，等一下再回来。等一下哦，好。对，我等一下回来。这什么狼人？打他！打他！这个城墙太棒了，又堆材料碎啦。我来了，我也来棒棒了。来棒，那积极棒，积极棒，三阶箱。哎呦，阿托拿，我打你！别发现了，别发现了，要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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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拿。决定，生命药剂二，生命药剂三。很点干什么？啊，不能说两个格子给三哦，三六七三。对啊。啊，那我狼人。啊，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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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支持。哦。对哦。黄昏。是不是该准备回家了？啊，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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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你怎么都会麻麻的？好，我回家。哎、欸，黄昏是不不啦，血月是有那个哈，牵线的那一只对不对？有大 boss 啊！但隔天不知道是不是又会没有玩，没有那个人，没有人来。哦，希望，啊，回家了。其实我离存点很近啊，用掉了，算了。哦，就这样哦。我、哦、是上了哦，地表。哦，我有一千多的灵魂哎。哦，修。他叫你修装。帮我修。哦，帮我修，帮我修。我在修了，我在修了，好。修好没有，帮我修，还好没有很修。我看一下哦。来升级他啦。不是的。护甲师吗？要该升级那个啦、哦。我可以升，我可以升，我直接可以把他灌倒。哦、那我升另外一个，我有一千多。护甲师是的呢，那我弄铁匠，剩下的就进出去。是精灵，你们是都用火属性是不是？我是火属性，我有火。阿旺还是我还没有做火，我现在是暗而已。那我弄电好了，电应该现在可以做，我刚刚打不少的脚回来了。有电的电要很高级，要等一下才能做。因为我这边有一个。之前的电哦，快打了、哦！电的才有补血嘛，对不对？对呀、啊。那我等一下也晚点再做。我先守下面。啊，算了，直接传回家。不行，我会叫哦。会中断。不行，我会叫。好。你给我叫。好了，我走传电嘛。哎，一直被揍。嗯。要被地形打几次？我的天哪！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哦 ，boss boss boss， 右上角，右上角是不是？好，来了。啊 ，boss 死 ，boss 死了。啊啊！我克数啊！哦，刚好没克数。我说 boss boss 啊，来了，嗯，死了 ，boss 死了 ，boss 死了。哭啊！笑死，这是哭啊！可是其实我拿暗鼠，他写克鼠，我砍一刀还是500多。那是你的武器够强了吧？等一下又有一只。啊，不去了，不去了，等下去了又说打死了。去外面，去外面，我直接跳进去外面打。好，他死，他死了。对哦。哎，自爆！哎，自爆！自爆！哎，我没事。对，你们现在怎样？啊！我要喊了，我要出事了，不去了，都要红爆了。哦，我好穷，我好穷。哎、欸，路障的声音这样子，都在红爆啊！在骗我，会出事吗？什么啊？当你死亡时保留20%灵魂，当你死亡时保留20%材料。哦，我以为是一样的嘞。我隔挡的时候有机遇可以冰冻他们哦，干得不赖，干得不赖。那隔挡好像没什么减伤的感觉。接近啦！我要来去补血了，我来了。不理他了，不理他，晚安补血了，晚安补血了。哦，不是，不是，还没天亮的，啊，快快结束了啊！我来，他们一天亮就瞬间死掉嘛，就不用理他了。来了，还有人还没来吗？还有人还没来吗？我们那些我血是几乎满的，小心呢？不用，不用，不用。啊，满的，诶，危险。在。然后把东西存起来。我在找龙蛇了，龙蛇兰，龙蛇，龙蛇兰是塔基亚的部分吗？哦，不是龙蛇兰，再说再过几年就没了吗？过几年就没了，因为不是温不行了吗？温素多的啊，温室效应跟巧克力啊、可可豆一样啊。哦，是哦，嗯、是哦，再过几年就只能喝到人工龙蛇兰，人工香精，香精兰。金蓝酱油，那个电不够，还要电的。那个活动是什么、啊？那个圈圈是什么东西？攻击，攻击。好，我去找攻击。哎、欸，没有哎、欸。对，没有电的长剑可以做。哦，只能做电的斧头是。哎、欸，开始下雪嘞。开始进准备进入冬天了，是不是？是。技能可以点。啊，我有两点技能可以点了、啊、哦。刺激，没看到。冰不动护身符，哎、欸，我们有这种东西没有？我们要去雪地打那个才会有啊。哦。就跟刺精灵那应该是一样的吧？你会觉得有没有道理？有，有哈，我没有偷完，我猜的。哎呦，哎呦，哎、欸，这地龙你怎么可以在上面偷射我下来？你作弊！偷射下来，偷射下来，血液上面偷射下来，攻击！不哦，不会有，不会。今晚是平安夜，我终于找到了大的。啊、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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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蛇，空气嘞，空气太难找了吧，跑超快的，所以靠近他就会直接冲走，对，要用剑矢吧，他会渡河。还会游泳啊！
这蛋不是鸭子吗？啊，敢骗我？连鸡都会渡河，然后这群维京人 一碰水就融化。笨鸡给我过来哦！哦，笨鸡，哦，笨鸡哦！我没有找到雪地哦。哎，对耶，目前还没看到。你收到？是跟他刚打，是打他吗？还是跟他对话、啊？跟他对话，然后他还会跑。教练，不是的，哎呀，搞你的东西。哦，要按 F 捕捉。哦，抓哦。哦，点到他就好了。抓到了，抓到了。哦，我要过去吗？好像不用了，好像不见了。我这个圈圈不见了。哎、欸、哎、欸，有哎、欸、有、欸，他有那个活动，活动碎片。好 好, 好。对对对对，紫色的星星。等一下，我现在没办法看。嗯。哦，他记在哪里啊？哦，在上面。哦，在下面。下面。可以借由那个声音聽，叮叮叮的位置。就是他攻击靠在附近的话，有那个亮亮亮的那个铃铛声，听音辨位。嗯，还是阿旺没有开音效。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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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啊，很不明显啊。没有啊，因为刚靠近有那个啊活动碎片，它有标在地图上，一个紫色很明显。啊，所以我点到你们就可以直接去捡就好了。对。哦，就捡200多灵魂跟那个碎片。双翅巨人，双巨人，丢嘞！下雪了，雪啦，水啦，有位紫色星星，这样就可以来那个沙漠来逛了。啊，不是，不是鸡吗？怎么是这只蛇？哦，哇，那只打架！他那个符文射出的箭矢是自动追的哦，自动瞄的哦。对。哦。熊肉。你又找到了，对，哎呦，我没解掉，在哇、啊，你不会热哦？你要冬冬天呢、啊？啊，允月，我找到那个你要沼泽大的营地了，这我解掉了，好啊，我解掉了，啊，那当我没说，你说什么？哎呦呀，给他解掉了。等一下哦，哈基哈基哈基，硬 A 硬 A 硬 A， 耶！耶！哎呦呀，妈妈咪呀！啊，晚上了吼，可以捡那个了，月孤闪电。我看好像有看到一棵那个树。名贵宝藏等级一，这香草酷哦！开，快开！这个树在哪里？完了，好像很废。啊，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哦，它树一颗是五个哎，五个什么？那个精油对不对？对、那個、对对对对对。对呀、啊。呜呼！哎呦，我找到一颗，漂亮！啊，这个只有三个，就。哎、欸，金呢、欸？我那金呢？这也不是沙漠吗？怎么冷啊？天哪、啊！因为晚上嘛。对，晚上嘛。好滑，好滑，好滑！滑滑滑滑滑滑！滑
滑就滑。没有那个树啊，暗精灵是有病是不是？看到我直接翻滚是怎样？要求阿欢哦，要求阿欢，小趴。哎、欸，现在是怪物来了是不是？没有，今天平安夜。今天是平安夜。哦。耶、yeah, ，这任务终于解掉了。嗯、欸，对哦。那、啊、你有拿武器吗？啊，不是啊。我任务不是解了吗？还是要回报。阿基。哎呀呀呀！要挂车，很危险。巨魔之演化为风暴之城。哈？这怎么做？要找那个吧，巨魔之眼。巨魔之眼化为风暴之城。哇，感觉是要找商人，还是要找遗迹？哦不，遗迹我们一直没有去玩过，遗迹就要盖上去了。是不是有个遗迹可以走上去的、啊？有一个要盖的，它在峭壁正中间。晚上快过了，那个树找两棵而已。有梗，太狼人。啊哦，魔法编织者，我三颗那个，好开心，他好开心哦，有点像个小孩一样。我三叫我可以射三支箭矢，很爽哎、欸。哇，等一下，拿到个符文，这是什么啊？金蛋。好像没有用，除非什么？那个有人昨天拿到啊，放彩虹桥的吗？嗯，要从彩虹桥出去的。不知道，我不知道。不是啊，因为金蛋昨天也是有人说，刚刚说它是会增加那个攻击出现几率。哦，对，速度之夜。哦，夜间移动速度提高20%。是。双手拿斧，对啊，我觉得应该可以拿双手啊。哎、欸，还有一个还没修完啊，有个那个伐木场。哦，搭什么、啊？材料。我去看，我偷偷用个补血。基地吗？请偷。大概有10秒。嗯，好，什么都缺，木板12，石材9，铁6。哦，灵魂呢？不缺魂，是木12，石9，铁6。我东西都放里面了，那应该是没远端到，我现在直接那个。哇，要做耐寒的了吗？有了。他该升级吗？不行。哇，升级了，等级10了，满等了。嗯。依靠法力可获得。哦。这里开始混了。一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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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晶还没长起来。它大地图好像真的很大哎、欸。嗯，完全没有看到雪地呢。对呢，你们看过商人这个东西吗？没有，完全找不到、啊。对啊，还是一般模式没有，一般生存没有商人，会不会？不知道，不知道，这很难说。呱呱，房间有钱吗？65啊，650。魂吗？这个、建塔。哪里？左边、右边、上面、下面。下路。
好，下路左箭塔。下路。好，我们要去找双巨人了。是忘记他了。对。对。完全忘了他的存在。好的。他在右边了耶。欸，家里就可以远端了哦。去会会他。名贵宝藏有什么？我猜在这里。哎，啊，暗金灵摇环。嗯，红木打啊啊！打没打？很近吗？嗯，难。我这个位置还在右下角，但是好偏远。看到，好了，他加固好了。哦，结任务，结任务。我走了，拜拜。拜拜，慢走，不送。笨公鸡。他就只是拿那个活动材料了。嗯。哦。活动材料还不知道实际用途要干嘛。活动碎片。嗯，这是三层高吗？这样子我是上不去。还有没有往下的路？好像也没有。冥界圣物即将出现在，即将出现，我要闯回家了。看起来这边是不是到尽头了呢？我都看到沙漠了，第二个沙漠了。哦，第二个沙漠，就还是没有找到雪地。嗯嗯，哦，我是听到巨人的声音了吗？对，火巨人，这么远、啊、哦，在我的位置，传点。穿点喽，开心。那个位置好远哦，哇！对，这个附近有没有穿点？看一下，像没看到。罐子还是地引爆类罐子？叫啊，没什么。哦，人是人呢、欸？人不是其他玩家。怎么会有其他玩家？人形人形的敌人呢、欸？精灵不是人形啊，精灵是精灵。不是，我是看起来像人，真的是人的那种。哦，就是原本的怪都看起来不像人，这个像人。嗯。所以我们村庄的 NPC 都是怪怪的。哦，我拿到那个了，海翼护身符了。哦哦，痛痛痛痛痛，太痛了吧！有病是不是？护身符很痛哦，让人打很痛。啊，护身符很痛吗？护身，什么护身符很痛？我拿护身符拿起来砸你脸上看痛不痛好了。啊，回家。啊，那个闪电。对对对对对对，可是我传送再一次就取消了。我要赶快回去。我上的门只差魂。好，我两千回去弄。好，我去先修装。睡啦，可以照路就好了。睡啦，睡啦，睡啦，睡啦。我先修一下装哦。右上角囤积了一堆怪。修个装忙过去。哎呀，不要射！我要出去，我先过去，我先过去。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你来了，你来了，你来了。不是啊，我卡住，我要跳出去。来了，然后你跳出去，你跳出去，我去下面，我去下面。
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现在来路没都有人嘞、欸，都有人，都有人，都有人。那我我长好像真的蛮无感的。那我出门了。我不是啊，这边都好像真的没有我的事。我好了，我是出去。你可以出去再逛逛，你可以再跟巨人。哦，你去拿那个树的东西啊。我去玩巨人。顺便砍一下那个树啊。嘿嘿，这是什么、啊？东西啊，巨人吗？哦，好像是诶，刚才看到巨人的。哦，这个职业好烂。可是有你那个职业需要解成就啊，是这个格挡那个十秒内格挡二十下吗？还是只要盾牌就可以了？这就不知道了。右上角黑黑的是红野王，红红的是血月，绿绿的是平安夜。哦哦，已经走掉了。所以他们往家里最近的路，所以那边是有路通的哦。我会游泳，你会吗？刚刚跟你讲，让我游过去喽。不要偷射了好吗？巨人带扎金啊！啊，没有人阻止我啊！他脚长啊没有人挡啊，我就一直走啊。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吧？巨人嘞嘞！阿旺左上角啊，灵魂，灵魂。我想说都天亮了，是门是不是？还是剑塔？门啊，门。哦，门跟剑塔好差哦，是分开的东西。哦，真的假的？嗯，欸、真的哎。哦，我先把剑塔都灌了。好啊。好。来帮我把。我还有一千五。你帮我把弓箭给灌了。弓箭给灌了。我弓箭快坏了。哦。感谢你。我看一下哈，那个你们看得到我位置吗？哦，贵人去打了吗？巨人要死了。哦，好，好，过去，好，哇，等一下，旺我来了，旺。附近有船点哦，附近船点在这里，好，直接丢。你怎么快把他磨死了？他死了。哎、啊，他死了。好可怜的王啊、欸！可是这样他死了，我们是没有拿到额外灵魂，对不对？哦，过去就有了。过去吸吧。哦，过去吸。坐的位置。你来了。骷髅头。没有。我来了，我来了。光明怒。我来了，有了。哎呀，你不要来乱了，走开啦！阿基啊，我要去。不是啦，路上的 NPC。哦，有一千多，恶心！这个王也太委屈了。防御药剂，他是被克属打是不是？也没有啊，数字没有加、啊，就防热灵药，我觉得还蛮好打的、啊。哎、欸，射屁哟、喔！揍他啦！我觉得法力灵药到底是？有什么用啊？就加那个法术的那个、啊，对啊，下面那一条哦，那格哦，那挥两下就会一打一块满的那个，好、哦，真的很缺。谢谢系统，他、啊、给先知用的吧？感觉，对耶，生存强度，哦，强度有比较低。我们是用一般强度吗？
好像没有，就没有调。我只有把世界改成大之外，其他都没有调。这就是预设的喽。预设。嗯，对，生存应该比较简单。嗯。对。我只在好奇他生存会不会有泳衣。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打架是不是？错了。打架喽，秀炮！小车怎么在冲那么快？怎么会有电脑跑那么快？原来是自己人啊！哎呀，哎呀，生气了，生气了！好变怪，好变怪了。所以那个红色圈圈快到了，就是表示是血月喽。红色圈圈，对吧、啊？左边这个红色圈圈在到。哦，有可能哎、欸。哦，嗯。有个任务在右上。就有的忘记任务的存在了，这个完全没有的解，我也常忘记它。太忙了，这游戏。嗯。但是还好，我觉得生存就是慢很多。对哦，对了，跟那个传奇差有点多。嗯。步调比较慢，而且打 boss 血量感觉我刚打起来就比较少很多。嗯。打几万。嗯？没有啦。太痛了吧！刚血量只有七万哦、喔，哎、欸，第三只七万哦、喔，少很多了。嗯，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第三只、第四只十，对啊，十几万了，三十万啊，第四第三只。怎么没有东西？开了宝箱没东西？哦，对，赔钱，退款。吓死了！会跑箱，是我的。这真的只能盖上去，麻烦了。会都会变强吗？不知道。肯定要找一下猫。嗯，这边有沙漠地耶。嗯。那我够直接啊。诶、欸，这怎么上去的？我是被那个吐到，脑怎么这么痛？沼泽之地一百二。藏匿处。藏匿处是什么？你说山洞吗？不是，它是叫藏匿处。好哇！啊哈嗨！安娜，来我家。哦，能加哦。他刚我刚看到他把一个蛇推甩尾甩过来。这好细呀！感谢你。哦，所以这是什么？上去的吗？啊，没有水了，守家喽。有，我等下回去了。再探一下下。看有没有啊？穿电，穿电，穿电，穿电。这边又是大哥布林的吗？应该是哦。我刚看到画面，哦，又是这条臭死。臭死！打了不打了不打，先回家。不打了不打。啊，又一只臭死。漂亮。我开啊！你们走了，我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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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哦，我的血量怎么这么冷？要求？哎，不是，你怎么走了？你们叫我走吗？我剩四百，我剩四百五十滴，哎，不好意思，我剩九百啊。我靠，被关厕所，阿旺在外面。我想说，靠一道光啊，有人就不见了。S 一道光，吴雪还在 C， 我服了，还在 C 地下哭啊！我知道自己先做药水来喝。这职业好烂哦！
嗨，繁星。嗯？嗨。感觉哨塔有做起来的话， oh. 不是血月以外的时间，基本上靠哨塔就够了。网挡得住吗？就血就血月的网啊。哎，血月才会出网哦。嗯。啊。哦，我以为一般也会出。就血月，除了血月要回来守之外，其他的感觉上靠箭塔就很够了。哦，对啊。我是不是来都升一下？我怕来不及哈。对，他缺什么？木材、石头。他主要都三个啊，木材、石头、锻铁。好。石板那个木板我放了32个进去了。分分三。热全套，然后要给他们见识，对不对？巴黎，哎，要给他们见识，对不对？我不知道哎。哇，好爽哦、喔！哎、欸，我的武器好像拿什么都没差了。为什么？因为我有4颗，我有4颗那个魔法鞭子者，所以我普攻有超高几率会有见识。哦，会一直吐魔法球出去。对，然后那个见识一下都是1500。哇哦，1500，为什么伤害这么高啊？还是我其实可以试试看，干脆空手。你可以不要作弊吗？哦、好爽哎、欸，空手也有哎、欸，可是空手攻速太慢了啦。你拿快的啊，剑嘛，不是吗？嗯。好，我也做材料进去，材料要全部灵魂都补一补，不放置，留下工具。哎呦！哦，这这边箭塔是3级哦。对，多点箭材好了。哎、欸，这样快升满了。升要满了。你再打刚那个蛇好了。哎、欸，底下箭塔都升完了哦。嗯。我有。水晶呢？对啊。对啊，然后底下的左边是第一阶，还没升，什么都没有。我升满一阶啊，升满一个洞啊。哎、欸，真的哎、欸。骗我？你是在晃点我？没有啦，没有，错啦。啦。你又下去有2条大蛇蛇哇。好。哦，这条真的有点大、啊。对啊，他血量也是有，而且哦，我血量被克数。光明路，光明路，怒吼啦！哦，嗯，光明路，那是哪里的？有啊，哪台北哪边叫光明路有没有？我知道新竹有啦，我知道台北有没有。紫水晶哦，紫水晶差2，紫水晶差2个，嗯，给他再去找。紫水晶在那个海边的沼泽，那种黑色的地形有。嗯。所以再过几天全部都变黑夜的时候，我们要之后怎么玩？等他过几天吗？不知道哎、欸，或许吧。嗯卡点，天啊！秀带，秀带，他不打我，我打得到他。哇，好爽！太开心了。
爽了吧？压送，啊，做后面的装要耗金角也太贵了吧？太多这只了吧？不对啊，你这有扣血吗？我看一下哈。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啊！怎么是尸体被传？哎呀！啊，十二点哦，十二点了。对，这么快？是，其实这款也蛮……时光屋，不知不觉。玩两个小时没有雪地，到底想搞怎样啊？血月在升起，升起，然后就那就这个血月打完就差不多了、欸。嗯，就先存着、啊，下次再继续这样。嗯。血肉。哇，我的暗法杖暗锤已经做到最高阶了。哇，我的雷也是啊，传说吗？那是没有再上去了，紫色而已，没有再上去了。哦，锤子没有，它没有紫色更高了。对，还有一个点太棒了，是火锤可以做更高啦。但是火锤，那应该都要用到金角了吧？金角就想说算，对啊。嗯，做雷锤，可是雷锤的最高阶需要挑战解锁。哦。好爽！我饶了你一命，我先走了。我打他打一打会打到墙壁，然后又射不到，我以为打得赢。天哪、啊！那我快冷死了。我是快冷死，不是被他打的。我放过他。赛季的东西，他是。防火又防冰的护甲，哦，我等你们。那个要赛季结束，啊，拼赛季了。赛季就要玩那个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我觉得可以的，反正也要解职业不是吗？有空再玩啊，对啊，对啊。黑曜石，啊，这里有穿点。黑曜石要去沙漠挖。我这边，我等一下开了这边就可以来了。然后我打了两只狼人，啊，我找到黑曜石了。哦、oh. ，啊，商人是商人，终于找到商人了。等一下，这是商人吗？是卖东西的还是买东西的？好像是卖，只是这好像是卖东西，卖东西的，我们大的。哦，砍他，逼他转职。有，先开船点，我先开船。先准备回来把他锁家了。我还没补血，要等你们回来的。我没有附近有船点，好像没船点。哎、欸，我去找，我去找。如实，啊、那船这边有很多那个。晚上啦！晚上来啦！收架啦！补好，那我要补喽。先收个装啊。对呢。啊。哦、啊。好，没事，我白天好冷、喔、我在右上哦，我手右上。我回来来得及回去吗？哦，这里出网了，可是我好像 OK， 没事，我可以。好，你可以，那我就去守下面。那他进农屋子啊。我不行，好冷哦！死在外面了，不是冷死，他就要变成物质的样子。我好冷哦！我都站在门口、欸，哎，我不敢往外走。我是弓箭手。我要说要打我的门， oh. 先打过我。我要接子弹。回家。他这个是补一次哦，对对对。哦，哎、欸，雷斧真的比较好哎、欸，他这个持续回血。哦，哇！你觉得我们之后下一次是
大家都拿十九战。Focus。哦，假电。太久耗太快了。怎么了？哎、欸，你跑过来了？哎呀，我在玩门，闲到在玩门。他进来左上，我要修装了。不要无视我啦！我想要练格挡。这有那个吗？熟练度吗？熟练度？熟练度？他是想练那格挡时机吗？还是什么？啊，可还是没有啊？有挡就有了，那个叫传奇，是不是？应该等他头上出现"围"这个字吧？哦，嗯，要找假。哎、欸，哎，今天两个小时，我一次都没有去摸巨人呢、欸。哦、oh. ，突然想到，那你自愿有去剪吗？没事啊，我只有剪两次。难过的是，两小时没播到一次广告，这才可以。哦、oh. oh. ，没有，我有播，不是我。我有播，我也有播，我三步的时候会点一下。我，就是你，就是你，抓到了，就是你。抓到，就是你，你忘记了哦。哇，少了收益了，我哭了，哭了。蘑菇有没有三十五个？藤蔓缺藤蔓，没有一个藤蔓，没办法，因为农场没不给藤蔓了。藤蔓去哪里找？藤蔓要以麦块的角度来想。沼泽吗？哇，不是晚上的沼泽啊。好啦，到这边吧。对啊，还有在旁边。出城必退出，好像要大家下他才会先暂停。好，我反而吃下饭，因为按放弃世界也可以吧？放弃世界后你就进不来了吧？啊，你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哇，对，从零开始。你们都撤了，我也撤了。好了，休息啦。有成就挑战呢、欸？什么啊？成就挑战。进度，弓箭手新手包。哎呦，不要，我下次还是要玩游戏啊。弓箭。好啦，感谢各位今天晚上的收看啦、啊。明天是跟喵哈还有一群会师们的那个电话传情，那明天再来看啦、啊。那也感谢明路来帮我，应该说算管台吗？没关系啊，那个。那个管台上还是交给板手，你就好好看台就好了，没关系，不用那么累，看台就好。也感谢，哎、欸，杠杠，如果你们真的要玩的话，来玩呐、啊。不然其实这款游戏我不知道兔窝有没有几个有兴趣。那想说你们最近又跟你们那些打赛打得很夸张的，想说要不要玩这个？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咯，大家晚安，拜拜，拜拜，拜拜。